Hello， 大家好，我是山楂，现在我来到广西柳州永安县大江镇雅士村四季口屯啊，这里搞了个祠堂，是他们曾家搞的曾氏宗祠，今天搞这个落成典礼，大家跟我进到去里面看一下他的活动哦。这里是他们村口的大门，搞得蛮漂亮的，今天也蛮多这个曾氏宗亲到场参加这个落成典礼。好热闹。哎，来哦。报表啊，你下个什么哎，你这去看一下。标题啊，竣工及千年聚会活动。这个食堂就建在这边，在这个山边。哦，谢，好，喝杯茶去啊。哪个人啦、啊？都像人的呀、啊！哎，这个是我们吉祥胖哥，他是曾家的，也从大江东安那边到这里参加这个落成典礼。来，曾氏宗祠，这里准备搞聚餐的厨房啊。这里面看一下，搞得蛮漂亮的。要去外面吗？正常拍，正常拍。你叫你是这个，是你搞这个增加这个组长啊？跟你搞这个正式公司的电力嘛，电力嘛活动还有吗？有些故事嘛，故事可以投入比较开心的台。哦，中国歌，政治之歌。哦，然后开签名台，签名台就是正式职场员工签名机会。然后就是有啲成长赞歌啊，赞歌，然后就我又等佢，又有啲做咗，然后就煮餐。雅士村四季口这个曾氏宗祠就建在这个山边，前面是条小溪，这个后面有两株大树，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好。他们修这个宗祠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曾氏家族集资，按人口算，每一个人口集资600元，有多的可以额外增加的这个集资数，总共花费了36万，做这个宗祠。现在开始补这个师傅。舞狮结束以后，清明会正式开始。据这个负责人介绍，他们这个曾氏家族是200多年前从湖南省浏阳市的北沙镇迁徙而来，至今已经发展有几百人了。这次祠堂竣工典礼还特意邀请了浏阳市北沙镇老家的宗亲到这里观摩和指导。除了这个老家来的客人以外，永安县曾氏宗亲会的会长也到场了，现场非常的热闹。除了本村的这个宗亲以外，
附近乡镇的乡亲也派了代表到场参加。参加这次活动的乡亲一起有200多人，场面非常的宏大啊，也非常的热闹。在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国歌和他们曾氏家族的曾子之歌。今天搞这个曾氏宗祠的进宫典礼，等下2、3点钟搞个晚餐，自己加工。哦，哦，熟了不啊？今天搞几多桌啊？啊，搞几多桌？20多桌。哦，全部自己加工。哟，这个菜爽不？看起来这些客说来了，这边还有，就不切鸡，哦，就飞鸡了不？大飞鸡，哦，这厨师都是本地的吧？本川的，哦，这个排骨，爽爽爽，还有这炒椒油，哦，几种开饭？两点啊。哦，好，后厨来了，开的快的，嗯，很好的，开始出菜了。开完这个清明会，就开始聚餐了。这个早的夜饭，今天搞了20多桌，这个菜也蛮丰富的。来，郑会长，捧起来吧。啊，捧！啊，祝您增加，万事顺利，年年兴旺，洋洋顺。哎，老同学，你们的捧起捧起，哎，你们捧起。哎，高。高是吧？啊。哎，这些真实的会长们都知道，敬酒了，现在上桌敬酒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好，美女们，举杯同饮，就宗祠落成，顺利落成。好几点吧？热闹啊！秘书长，高两杯，会长啊，郑会长，辛苦啊，您高。哦，我在工作啊，对，好啊，就是湖南来的，浏阳是吗？对，浏阳。我们老家也是浏阳嘛，我是东乡大光洞南塔屯。哦，我们前两天也做清明了，喝啊，你都喝了没？我喝了，在前面。你告白哟？得，我来喝茶，喝茶，喝茶很高。哦，一个啊，哦。身体健康啊！我开心，来，好，我开心，你也开心，我开心，你也开心，还有饮料啊，开心都没喝掉啊，去帮他送掉了不？都喝的，喝汤我也喝，开心不喝掉，喝掉不开心，干杯！来，办公，干杯！辛苦了。女的喝酒没有的？没有，这饮料带一点呢。那你喝，我帮你拍镜头啊。哦，我是了。哦，我是八了，我帮赵花子。哦，给大家上点镜头啊。哦。小朋友来。来。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我将为大家分享在这次活动中的三国对唱，以及他们建造这个曾氏宗祠的过程。再见。